现在是油仔花开花的季节，市府文化局伫满岛来举办了油仔花香的品茶金菊花，邀请到管弦乐团、阁有诗人叶丹提老师来吟唱诗歌。现场阁有25位茶师亲身泡茶、奉茶，结合花香加茶香。市府希望风月期间，各类民众伫假日户外行行咧，伫油仔树下哦来啉好茶、品花香、听音乐。三月正是满岛油仔花伫咧开花的时阵，市府文化局伫正阿里油花巷道举办油花香品茶音乐会，现场会当闻到一阵一阵油花清香。伫防疫期间，市长也表示，大家当到满岛油仔花树下啉好茶、品花香、听音乐是一件上快乐代志。为了防疫，大家在家里闷久了哈，还是需要来出来透透气。那来油花节，或者是来油花树下，闻着油花香。那吃着点心，喝着好茶，这是最快乐的事情。那今天很感谢麻豆区公所还有麻豆农会一起合力协力，把这个油花节办得这么景致，而且这么有文化深度。更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啊，包括北部的、中部的、南部的，都通飘来台南来参加我们的油花节。在音乐会，文化局也邀请管弦乐队和叶东泰老师来吟唱诗歌，并且结合花香和茶香，现场还有25位茶师亲自泡茶和奉茶，让大家一边品茶一边来欣赏诗歌。油仔花生老丛，枝头开社会香，白白一堆水当当。期间，文化局也特别为前来民众量体温，甲提供酒精消毒，来做防疫的工作。市长鼓励民众假日会当到户外行行。现在正是漫步油花香、品花香的好时阵。记者萧建伟，满岛区采访报道。